关心山啊，我要看电视。在电视机柜子南边的抽屉里。啊，哪一边是南边呀？哪边就是南边，北边的对面啊。哪个是南边呀？这里什么也没有。哎呀，不是给你说的在南边吗？你在北边的抽屉里找什么？哎呀，东西南北是西个方向，什么找呀？多多啊，你在家里听话，妈妈去超市买些东西。啊，东西？你什么不说西门南北呀？这孩子又开始胡说八道了，我走了。搞不到你心的，为什么我们说买东西，不说买南北呀？搞不到你听到了没有？被你弄伤了，我还要去送货呢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大叔呀，你要到哪里送货呀？我叫乌拉尔，是新义的商人，从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城，我必须在天黑之前把货送到长安城的西市。啊，长安城？难道我又来到大山的长安城了？你好，我叫文多多，大叔，我要帮你收货。好呀，那就太谢谢你了。我们现在在长安城的南门，你能先帮我把这些货物送到长安城的西市吗？然后再去东市帮我买大米和茶叶，最后帮我把这封信送到长安北城的曹先生家。等你办完了事，我们就在这里长安城的南门见面。啊，什么意思？东西南北？好吧，大叔，我先休息送货。我们搭火线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到底哪边是西边了？哎呀，你过来了两个人，那我先问问他们。你好，林先生，你今天是去买东还是买西呀？我先生呢？你好，你好，我去买东。哎呀，那咱们不可以一起去了，我去买西。那就下次喽，吃东西啦，再见啊。买东买西，两位婆婆呀，你们刚才说的呀是什么意思呀？哈哈哈，小娃娃，看你这打扮，是外地来的吧？我们长安城有两大街市，东边的叫东市，西边的叫西市。所以呀，我们去东市就叫去买东，我们去西市就叫去买西。买东买